Hello，各位朋友，一手糖尿病，青年小子，24岁，大学毕业读医药，独自生活2年多，患上2型糖尿病，每天注射胰岛素，还做超时的工作，健康意识从没有，半生健康受考验，饮食习惯需改变。糖分吸收需避免，多謝各位。